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是古灵精。那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啊，就是勾抓。上个礼拜我们邀请了就是五代传人，六代对不起，六代传人。各位大家好。等一下，你要讲你们那个工作室的名字啊。我是佐藤直义新传洪国林。佐藤旨意新传的洪国林，同时也是他们新传 佐藤第六代传人。对，好，那我们要邀请老师来聊聊就是他勾抓这边发生的有趣的事情。那我刚刚突然想到，对，我们上一集其实讲那个十月份那个是建教的事情，那我刚刚其实忘了问一趴也是很重要勾抓的大月是什么时候，去问农月农历的七月，七月啊，那七月是大位嘞。哎呦，大部分的大楼啦、庙宇啦，拢爱普渡啊。嗯。啊，所以拢会做普渡山啦、普渡宫啦。普渡宫是啥？大树爷。大树爷。对对对。哦，大树爷，大树爷。大树爷就是农，那大树爷他的工作是什么？抓鬼吗？其实七月伊唔是抓鬼啦，伊七月伊是伫遐顾遐个无形诶，互因莫伫遐乱，啊秩序有较好诶。哦，就等于是警察就对了，对 对, 對，叫那个纠察队，对对对对，类似做那样。哦，啊，为什么还要做普渡山呢？普渡山，大部分咱台南拢用普渡山较侪，观音山也有人叫观音山，也有人叫普渡山。观音山、普渡山是跟大师爷做伙。嘿啊，伊啊顶冠有一个一身观音。哈。啊下底嘛，佫有一身迄落普渡公。普渡公。对对对。普渡公就是大师爷嘛。对对对。啊大师爷你拢安怎做？我有记得你有甲我讲过，你的大师爷甲别个大师爷无同款，是吗？有吗？无吗？就是肌肉男啊！哦，迄是创作的，创作的我创作一身大树牙，就是上半身我做肌肉男，所以他家己的想法，他跳多，我想讲伊就那鬼王大树，哎呀，所以我顶过做肌肉男，啊，你啊七月咱普渡，我就是爱穿正甲，正甲是。战甲，所以他就不会赤裸上身。没啦，没当啊，没当啊，因为他要备战的，他要去当纠察队。对对对对。哦，嗯、那一般来讲的大师爷不是肌肉男，那他是怎么样的呈现？一般的大师爷，就拢穿正甲，个穿正甲，哦，穿正甲，穿正啊，正甲嘛是用抓着的嘛。对啊对啊，啊，也其实拢印，即摆拢印刷品啊。印刷品，就是用印刷的，诶，正甲片。就是他用那个战甲的图腾去印刷。对对对对，用印刷。这也是。这也是。啊，古早时阵呢？古早时阵的战甲是安？古早是爱家己画。用画哦。嘿，家己画，啊画画较大。家己画战甲。对对对。你有画过吗？无。啊，是像画过，你讲。我爸爸佫有画。五尾鬼是用、就是用彩绘的方式吗？对对对对。哇！哎，阿卡大。哦。嗯哼。哎，安内他说马北外呢，就增加了那个大师爷的艺术性。其实爱看啦，因为你有诶大部分这个物件拢是我一下晡用了就化掉啊。所以。你即马是讲要叫人提个用话话，有时会较无多接受。哎呀，啊，因为用话嘛是一个讲对吧？对啊，对啊，对。哦，啊，那小公，所以如果说是他的用途，哦，用话较搞讲。对啊，对啊，所以弄一下包就用锁。哦，那个
葡萄啊，一个葡萄刷就是化掉。嗯，所以你要人家讲要做话来讲，嗯，可能较对标来讲会较负担比较大啊。哦，哎，啊，可是像普渡的时候啊，你们大月除了做大士爷跟葡萄刷之外，还有什么？有七牛妈顶，七牛妈顶，农历七月嘛，嗯，对大月的时候，对对对。对对黄金沙行较大宗，嗯，那金牛妈顶它需要，它也有很多的功夫在里面嘛。其实还好啦，现在都印刷品，哎呀，印刷品大大的，嗯，哎呀。哦，那所以说，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比较简便，就都简单化。现在都简单化。那以前早期是都是手绘。对对对，啊，你搁加啦。嗯。哎呀。嗯嗯。加较来打。哎呀，较高工啊，较早是。较早是安尼。对对。好，啊，我之前有听过你即卖嘛是有一挂，嗯，好，安尼，我改了问讲你，想讲你哪是普渡，还是咱顶礼拜讲的迄个做石啊？你咧做石的物件时阵啊，有啥物神奇的故事吗？神奇的故事，其实我，哦，我做开始，嗯，哦。捌一个迄个官庙，嗯，官庙一个翁阿母，嗯，无因翁是过身啦，嗯，哦，爱某来找阮，讲要搞一间厝，嗯，啊，伊也是因翁在托梦，嗯，在梦的，啊，梦讲叫伊爱去阿地庙的隔壁，遐房屋厝，嗯，诶，啊，阮当时阮就问伊讲，啊，恁翁。敢捌来遮拜拜啊，嗯，是来阮做过诶物件，无伊较会知阮遮。嗯，因为恁隔壁个是东岳店。对啊，对啊，嗯，啊，因为伊讲因翁因毋捌来市内，嗯，啊嘛毋捌来东岳店遐拜拜，嗯，哎呀，啊，所以伊嘛感觉足奇怪，啊，忙讲过来阮隔壁，嗯，庙隔壁，哦，遐放，安尼，对啊，是感觉嘛足神奇。那个来的这個，哦，这個、朋友，嗯，诶，以前嘛是要找迄个高庄呀，嗯，哦，啊，这個，诶，机身，嗯，哦，落家落来办事的时阵，就讲叫爱来南部这边找，嗯，好，哦，爱南部伊就来台南，我那找足久，找了。啊，来找到阮，嗯哼，找到阮，伊内先有进前去找到一间，但是伊看迄个总干事看迄间，就感觉就是较无像咧个有王爷这部分的款，啊，怎啊，嘛是有在报等伊，嗯，报等伊，就是你们家的工作室吗？不是不是，他先伊先给另外一间，嘿，嘿，啊，怎啊？又报当伊个阵，王爷就讲讲，唔是一间。嗯。啊，了后佫找，啊，找啊，伫每工啊。嗯。隔工要当伊。嗯。嗯，啊，找着阮。嘿。找着我个阵，啊，讲要用透明币，就佫报当伊。报到当伊个阵，啊，就甲落来讲，钓伊就无出一间。是吼。嘿，啊，我那就归啊做王爷。嗯嗯嗯。真的是很神奇，因为我刚刚的意思是问说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神明会托梦给你，可是您讲的那个这些例子都是别人就是可能神明啊或什么就托梦给那个主事者然后去找你们。对啊，而且你们那其实如果是没真正去找还是真正去看其实找不到呢，嘿，人家没有亲自看到。对对对，他不显眼。对啊，你要报一下你们家的地址吗？民权路。民权路一段116号。好，民权路一段116号，你们知道在哪里吗？民权路一段116号，其实就在东岳店的旁边。可是问题是，他们的店面很不像狗抓店。对对，然后呢？但是大家真的有机会有空的话，就是进去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就是除了就是你们供奉的很多神明之外，对对对，还有一些作品，对，还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嗯，我所谓的精彩不是说，就是花花绿绿什么，嗯，是你我们会真的看到，就是你以为狗抓像刚刚老师我们之前都讲狗抓其实除了有做化雕之外还有就是可以做保存的，就是放在壁
边豆边啊，对对 对, 对，就是你会看到就是阿公阿公的作品，对不对、啊？你阿公的作品，阿公阿公、啊、我爸爸，你阿然后跟你的，对对对对对，然后都非常的精致，然后细致。那阿公的作品其实算一算到现在应该也放多久了？至少然后我就当五了，五十几年了嘛，五十几年、嗯。而且各位观众，不是观众，各位听，各位朋友，你们相信吗？伊迄其实就是放伫边啊，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真空包装，什么都没有。打伫玻璃橱啊，啊砍门。嘿，打玻璃橱啊砍门啊，那你啊，如果你真的没有仔细看的话，你真的会就忽略掉它的价值感。嗯，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台南就尤其是府城这些工艺老师的工作室精彩的地方就是在这边，你可能随手一看随手一望都是那种哇超级精致的那种工艺品、哦、工点家就得意了对吧好啦暗爽我看到你开心的那个样子就是看到你很开心的样子好那哎，你是从所以这样等于是说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接触钩座啊等于是你很小就接很小就知道钩座因为是家族对对对可是你下面其实他开始真正做这个钩座在二十二岁二十三岁要正式开始二十二岁二十三岁、嗯、那个时候民国几年、啊、你看起来 你的年纪就我知道那个表情我知道老师的表情就是好老师永远都是二十五岁对对对他其实才学三年而已好那你二十三岁那时候开始正式出师那你开始学习对什么开始学去对爸比亚开始学爸比亚哦，芭比亚的，我讲咧，八股鸡啊，八股鸡哦，八股鸡开始学，啊来个学这钩抓处，钩抓处，嗯嗯，钩抓处了，钩抓处了，啊慢慢个学这个做客，做客，哦，就是细修这种，对对对，嗯嗯啊修理了，佮来个做代数呀，嗯哼，神明，嗯，哎对。啊，我会做人偶是大概是什么时候？人偶跟大师也是同一个时间，拢差不多。哦，哦，哦你按做大的，按做小。哦，对。所以他其实也是有一套 SOP 这样子。对对对。嗯嗯。啊，你在柜顶，你感觉下面上困难、上痛苦？打二的时阵，下面拢痛苦。哈哈哈哈哈！打二是下面拢痛苦。阿拉讲，准备出去佚佗、把妹的时阵，拢好难，然后都被禁止，一定要先把一些事情做完。因为我爸爸咧，我改就比较严格，比较严格哦，比较严格啊，看不出来诶。伊阿咧改的时阵哦，就讲我迄阵咧学代书的时阵，嗯，阿爷徛身的嘛，嗯，阿咱就明明就一定答唔对啊，伊嘛无爱来你讲。阿爷，等你打了，阿家来你听下，讲啊，你一定打，你倒打拄只打唔对。伊讲完了遐个材料，嗯，阿个遐个时间，嗯哼，就是要你印象啊，先讲这部分就是安那打。那你可是你那时候真的有体会吗？因为现在听起来是真的蛮成熟的，就是。因为其实哈，我讲真的啦，有时候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说，哦，砍柴呀，你干啥砍柴啊？我忝吗？嘿，薪水吼照顾，啊吼材料整掉，嘿拢是我的钱呢。嗯、然后就听到那些老师傅的那种嘴脸，就是、嗯、所以吼，你干啥砍柴啊？砍了我今嘛拢无爱砍，你今嘛因为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劳基法、劳工法的关系差异，所以变成说，以前砍柴就是可能拿少少的薪水、嗯，然后真的就是学那些工艺，然后是用老师的料。嗯、可是现在就可能大家觉得说，进去就是你要付我基本底薪。对。然后呢，我爱做不做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观念就是都在改变这样子。嗯嗯、可是国林老师，你老师说，你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有这样想吗？没呢。你那时候应该很气你爸爸吧？没啦，没有，没啦。你不会很气爸爸就是？突然啊，无想要做，就是因为这样吗？哎呀，有时也会啦，迄大学的时阵会啦。嗯，那后来，啊、后来，我提早讲啊。那你现在有，你是什么时候才是有发现到说，其实就是爸爸这样是用心良苦？什么时候？开始当老板，然后开始记账的时候吗？对对对对
开始记账的时候，你看吧，开始记账的时候才知道说，吼，这个孩子记账是爸爸那时候在的，就要叫我记账。哦。对。还是自己，一定自己在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知道体会说，哦，这个佐藤的名字很重要。压力这么大。真的压力很大，现在才你看讲到重要的事情飞机就会经过，我已经屡试不爽，我的工作室就是这样。对，所以你那时候等一下 你那时候才体会到说就是爸爸的辛苦，就是他真的就是其实就是让你从做中学到错误，然后才知道怎么样改进。对，然后记账的时候才开始知道原来佐藤的名字很重要。嗯，怎么样重要你说。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说，哦，外面的人家看，有的人看到都，啊，这是佐藤做的啊。哦。哎呀，这是佐藤的作品啊。但是什么才叫做佐藤的作品？应该是说，本身那个人就有在看这个东西。嗯。阿妈有定下看过我的物件，嗯，伊就知影讲哦，这是佐藤的物件。嗯哼，对。从哪边？比如说，因为我知道你们第一个就是你们的衣服是用布，对，这是你们的特色。嗯、还有呢？像讲衫啦，咱个裤色啦，裤色，系啊，啊，咱动物，哦，咱无四脚落地。哦，较早是四脚落地，拢剩直直的呢。嗯哼哼。啊，我呢是有前后安尼有咧动，有动态的那个样子。哦，那个就是他，就是设计者那个工艺老师他在做这些作品时候的差异了。对。就是说，你的动物其实是有思考过它的形态跟样貌，然后去帮他设计他的姿态。对对。嗯，那人的部分就是您刚刚说的哦，也酷谁啊？酷谁？酷谁是什么？就是他的姿势哦，就是说等于是说，佐藤家做的偶，做用纸用钩爪做的偶，它其实是有它的故事性存在。对，你看我家的故事性是不是就比较文学了？对对对，有帮你们诠释出你们家人偶的东西。对，就是你们家，哎呦呦，真的很有故事性，因为。嗯、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我突然闪过，就是我在你工作室看到的那个老杯哨。嗯嗯嗯。嘿，那一尊我超喜欢的。是。嘿啊，怎么了？你打刚跨不足鼻对吧？哈哈哈哈那尊老杯哨真的很精致。对。对，然后衣服就是用布做的，然后那个神情，对，那个就是他所谓的就是故事性。嗯嗯嗯嗯。所以您这边。在做钩爪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些知识，你就耳濡目染，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做。对啊对啊，啊有时啊我自己在做也是要哦比一下缺色。嗯哼。对啊，啊看这个缺色水不啊开始。嗯哼。把那个缺色做起来了。嗯哼。诶，这刚才人说的艺术楼啊，艺术楼不是，艺术楼是什么艺术？艺术楼就是，你从哦你不去我那，就是。那油路的红啊，那就是油路。对啊，就是细致精致的，对啊，对啊，对啊。这不是油路，啊不，下面是油路，你讲。这样。对啊。可是你当物件真正就是较油路啊。无啦。你袂感觉吗？你是咧谦虚？谦虚的台语怎么讲？谦虚。谦虚啥？没有啊，我跟大家说，其实他一点都不谦虚呢，因为我刚刚问他说。哦，你那个钩爪什么什么，钩爪那个价钱好不好啊？就我问他钩爪生意好不好，他说无啦，无虾米好。然后恭喜啊，那我的钩爪做贵耶。对，因为他的，因为他们家的作品真的很精致，所以那样，哎，所以这样等于说你们家的作品不是这花雕哎的。啊，就看拄着虾米人叫。嘿，对啊。那是这花雕，不是这。做无菜的吗？所以这是无形艺术，无形文化资产。然后这是钩爪的艺术性，你们的艺术性就是在这里。哎，所以你有算过，就是你做的这些钩爪的那个工作的那个
化掉跟没有化掉的那个比例吗？你有去算过？没嘞，没有，没嘞。哦，啊，那大部分是属于哪一种？大部分哦，嗯，拢差不多了，差不多一半一半。没化掉的较少，没化掉的较少，也是较侪是化掉的。对对对。哦。哦，啊，你有接过就是上最远的那个工作嘛？就一般大部分都是府城，在台南市区这边嘛。最远有做过哪？我做的是，我捌接到满洲，屏东满洲，屏东满洲，对对对，就南部。对对对。那往北呢？北部做到首尔，苏澳，苏澳，嗯。很北的、欸、所以几乎台湾南道最南端跟最北端你们都做过啦。对啊，哦，那离岛也有吗？离岛澎湖啊，酷耶、欸、那也是整个台湾这样子都跑透透了。对啊对啊。哦、欸、那国造有要像就是其他就是传统工艺的老师这样子就是到各地的庙那边驻守吗？还是不用，就是你们这边做好之后就是他们来拿，还是就送过去？嗯，看你做什么啊？你若讲哦，像我做朋友，迄王爷，迄、迄个爱去庙遐做。嗯，王爷，迄个爱去庙遐做。伊是爱做王爷，嘛是要化掉诶。伊要请神王起来。请神王是啥物意思？神王就是做咱个王者有无？嗯，啊，拢会伊落海边请神王。嗯哼。哦，讲个啥物万岁，啥物万岁。嗯嗯嗯。啊，然后就是做那个王爷，然后到海里，然后化掉。他还没化掉，他没有化掉，还没、啊，是最近的工作就对了，古尼啊，哦，古尼的啊、嗯、啊，还没化掉，是现在还在那边，在隔礼拜，隔礼拜啊，拜到什么时候化掉？拜到王爷公被上号上。哦，哎、嗯欸，那这样子，他其实也有他的风险性哎、欸嗯，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要送走，对啊对啊，所以等于是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身兼保固的那个。随时 stand by 去保护。无啊，无，就到因要化掉。嗯。哦，看敢有损害，家去维修。哦。但就来请人去维修。哦。因为伊进前一科的。嗯。做好到三。嗯。十六档。所以他等于16年前已经找过你们。没有没有，就十六年他们做过这个仪式，然后现在找你们是16年之后。对对对对，就上了了后，因来经过三档，了后佮佮请神王的，佮叫我过，旧年叫我过做。是安尼吼。对啊。啊，像之前你讲过，就是以前你喺古厝是一点，啊，那像这王爷爱贵。会高啊侪点啊。高啊侪点。对啊对啊。较坚固。红较厚。红较厚，你们的行话是红。高啊高，安尼啊，好黑黑勇敢，对吧？好用诶，好用诶，安尼开垦较久啊，王爷个较欢喜，坐伫遐较久，对吧？对对对。嘿哦，然后诶，那这样我刚好又想到，那这样等于是你有接过走钩爪有修复吗？有啊。因为已经平常都有维修嘛，那钩爪如果它是放很久的话，也有修复。有，也有修复。那在哪边有修复过？修复，清水以后一间什么？哦，不要紧，清水下清水一间庙，伊内底有一身纸的王爷，嘿，迄毋捌上座，啊，就叫阮请阮去遐维修。嗯哼，那个王爷也是供奉的吗？对，也是供奉。嗯，伊讲古早就做，哦，较早做，啊，就到迄阵修理的阵，有小寡内底有小寡叫米啊叫酒，嗯，啊，请人啊修理。啊，恁安那修复啊？恁遐古做做安尼安那修？其实吼、哦、做啊，看你拍个什么程度啦。嘿，哦，如果你啊面啊。你的臉部有壞的，身軀有叫順的，差不多都還加強在做新的體外表，他的衣服啦，什麼都都做新的，他那些舊的就是都保存在裡面，臉就看有沒有損害，如果損害的話，
面搁来流。嗯嗯。我来看伊拍到什么程度。嗯。阿妈是用纸去甲修复，对啊，是用纸，因为是纸的。对啊。哦。嗯。那听起来好像也蛮搞钢的呢。修复是较搞钢。修复，修复比较搞钢。哦，啊有迄个，因为伊是无钢钉的迄个古纸的师傅，啊，甲恁共款，安尼手落会无钢吗？啊，一定也无钢的。无钢啊，所以你们要再去研究他那个怎么贴。无啊，咱就照咱的习惯，哎，做法来做啊。然后让它变成一样的。对对对。哦，哇哦，听起来虽然说国林老师就是很木讷，然后笑眯眯的这样子，可是他的那个工艺啊、手作，还有他的经验，还真的很丰富。没有。没啦，伊拢做谦虚的啦，公公没有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国林老师，然后带给我们这么多有趣的，就是狗爪的故事啊。那还有就是七月份为什么狗爪是大月的这个由来，对不对？好，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要邀请国林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就是狗爪除了就是做这些神佛之外，还有哪些创作的可能？那狗爪还可不可以拿来当家里的摆饰呢？还有就是他对狗爪未来开创的想法，可以吗？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秘辛吗？哦，真的哦，哦好 好, 好，那我们先谢谢国林老师，好，谢谢大家，拜拜。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如果你有想要知道却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或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我是古灵精，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桥、行政执行陈威如两位坚强的后盾，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不吝惜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拜拜。